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绝对玩 DN 嘅，今次翻到嚟吉紧屎。好，上次讲到我哋打完，应该系话通过咗呢个嘅学堂测试啊。咁然之后咧，其实我想翻去条路度睇一睇有冇啲咩特别，因为我哋上次咧系直，因为我上次系直接通过咗呢条道路，就冇行过其他地方，咁就睇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啦。呢度大家见到呢度咁多嘢，有啲特别噶啦，应该好。啊，训练师，但我唔系训练师，唔好揾我对战啊！如果唔系咧，我蓝膜咬到你咧，节操都不正啊！咩蓝膜咬到节操都不正啊？咁巴闭咩只嘢？我搞翻木声系啦。我精灵有一种特殊嘅能力啊，嗰就系咧可以帮其他精灵遗忘技能。OK， 咁我记住呢个有得遗忘技能先啦。黑金果呢度，好，继续射文红啊，飞快咯！好，会心一击呢度咧，呢度会唔会有嘢咧？我一搵精灵咧，行得太多路，脚又痛，头又攰啊！如果我系野生精灵咧，捉我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我唔会捉你咯。哦，暗物洞穴啊！如果精灵咧识照亮嘅技能，就可以入去调查啦。唯一王喺呢个世界都系最强嘅，自学火焰推进。好，五王威武。好。真系唔好意思啊！黑暗洞穴里面咧出现咗好恐怖嘅精灵啊！为咗保护呢度附近居民啊，所以挡住咗。我咪好伟大啊！哈哈，我就顶住咗，冇得入去添。有冇其他嘢可以行喺度？系冇噶啦，好似系。睇先，应该真系冇噶啦。哇！呢只咁嘅嘢，一嘢原始力量车过啦。同我都想睇下有啲咩精灵可以捉下。好，用唯一王都唔错，其实。首先我想练一隻兵系嚟打呢个道先啦。我唔知呢今次呢一集系咪用龙啦，但应该好大机会系啦。好，先去咗上面先。不作死就不会死啊！呢一度系。好，喇叭牙之塔嘅和尚咧，一人入手一隻嘅喇叭牙，唔通佢哋中意喇叭牙，真系唔明白。手机地图可以做上标志，仲可以贴笔记，我都需要手机，但阿妈唔俾。好，暂时我都觉得呢个绝对还 D M 冇咩特别啊。好，哇，啱啱过完即刻出现三条茂利，三个粉饼，喂，又见面啦。好，哼，你都啱啦，我哋之前嘅对战，我觉得肯定有嘢啊，唔得，我哋单独打，中午服输啊，真系执着啦。我仲有事，咁嗰啲嘢掉埋一边先啦，继续我哋对战，输咗赔咗一百万，哇，又系呢条友，算马啦，得我十咧，好似正正常常，好似正常翻，我觉得，哇，下马威，吔屎啊，好，点啊？我居然又输，真系唔甘心，而你而家水平打唔赢啊，输咗又输咗啦，下次再打，如果定下次我唔会再输。又睇一场精灵对战啊，果然唔简单。仲有冇嘢做啊？我哋就唔好打架去，继续观光。早就唔好过，咁唔好搞我啦，黐线佬成晚。乜先音效？雷影？哎，揿错掣。公平对战？咩叫公平对战啊？唔知系咪真系唔换宠啊？好，翻回先。好，我记得右边我好似系捉虫，啊唔系练虫嘅。好，我而家有啲咩喺身啊？啲嘢，摆住先啦，系呢个咪练虫啊？电视教学阿元，哎唔系原来，收档啦，我唔想揾你。好。好上啦，双打好啊！就算我哋大闹一场，呢个塔咧都系丝毫不动嘅，就好似风咁样啊，飘荡嘅叶啊！好，哇！呢度唔可以用飞叶快刀，喇叭用岩石，呢度掉嚟啦！哇！一嘢戒死咗，我只泥鳅，走路草呢度。变硬啦！
哇，百万急收黐孖筋，使唔使啊？吔屎啊，行老草，哇，催眠粉，飞快刀，哇，黐线冻风，好彩得六呢啫，如果唔系我死眼，哇，终于醒啦，吔屎啊，臭种子，一个原车辆车个蛋蛋，原车辆，好。其实用嗰只泥鳅都唔错嘅，系咯。见佢嗰个单纯属性咧，好似可以利用嘅地方啊。好，但系佢而家咁嘅状态，我真系念唔出啲咩样。睇先。好，上啦。哇，条鱼弹下。Good。哇黐线，换重打，车佢，好，唯有咁样升啦。哇，唔系话，好似你啲咁嘅人啊，都算打算挑战啦，塔主啊。不过佢已经将俾我击败，咩塔主喺我面前啊，简直系废柴。不过理所当然啦，永远都系弱者系冇得变强。睇下你有几劲啦 ，MK 仔，又要同 MK 仔打，一个完全系车佢啦。好，再车过去。好，玩水，黑暗啊，回去先。哇，飞人技，回去，车过去。哇，回去。搞错啊！掉嚟。啊，唔系，佢飞人系你个白痴，咁即系死得啦。搞错啊！我同你讲，你死硬啊，你 MK 仔。死 MK， 哇！搞错追击，唔知啦。哇！佢慢慢回血先嚟咯，吔屎啊！咩话？反射盾，特攻伤害减半，唔使啦，唔要啦，反射盾，车过去，靓到。仲有得加咩添？加能力，去死啦，小脚哦！冇谂到，居然会输俾你啲咁弱小嘅家伙，哼，运气啫！我嘅精灵唔会弱小，变得更加劲嘅。好，我唔理黐线佬。好，我哋咧保护呢个塔就系为咗咧唔忘记对精灵嘅感激之情，系咪对呢个喇叭牙嘅感激之情？哇，又加咗能力，车个喇叭。照车啊啲嘢，好，又嚟一隻打天下睇嚟，呢度唔系有鬼尸嘅咩？呢段时间应该有的，恶骨炎，哇，放放班，喂，唔好咁多怪得唔得啊？好，为咗磨练，追到俾个机器人机咧，可以照亮一切黑暗。好，飞叶摆到，变硬。靓波升咧，哇！两只都喇叭牙喎，变硬，哇！溶解液喎，车死咗一只先，呢度喷泥啦，好，飞越快刀呢度用喷泥，好，飞越快刀喷泥。哇，几好喎，升咧，升得又唔错喎，阿妈打嚟嘅，听下电话先。今日买嘢啊，见到啲好嘅，然后再用我啲钱买嘢啦，又系呢啲对话。哦，呢只咩嚟噶？系咪闪光啊？唔系，我仲系闪光嘅精灵添。等我嚟试试你有几信任你嘅精灵啊？车内又系催眠粉，哇，挖到机啊佢！啊，我好在醒得快啫。好，再回多一次先。车过去，我又催眠粉，冇啊！黐线，俾人咁样喷死咗我。哇，飞叶派到，吔屎啊！飞叶派到，哇，草苗龟呢啲咁嘅和尚居然有草苗龟，
系咪十几廿年前攞翻嚟嘅呢只嘢？呢个和尚，所以佢而家咁大年纪，因为佢十廿几卅年前攞翻嚟，跟一路用到而家系嘛？因为佢嗰只喇叭唔夜笑，识瞓觉嘅。吔屎啊！咕咕杀，咕溜溜飞快刀，草苗龟原子力啦，飞快刀搞掂啦，好。边个嚟噶嗰个？边个嚟噶？哦，真治系我赢咗，系咪真治啊？我见唔到系咪？我输咗心服口服，你精灵断得好好，对精灵嘅信赖相当足够，呢个俾你啦，非常感谢。我哋咧只系打听呢个石板嘅事啊，听讲你对呢个有了解喎。老夫只系后生女，有耳闻，既然你赢咗又想知，咁我话俾你听啦，非常感谢。石板系创世神阿尔宙斯身体嘅一部分啊，阿尔宙斯被称为创世神其中一个原因，佢所拥有嘅所有属性，而石板就系属性嘅体现啊。喺遥远嘅时代咧，创世神将人类，但系因为耗费咗大量嘅力量，导致自己陷入咗生命危险。后来有人将呢个阿尔宙斯拯救。对其咧有呢个尊敬感激之情，好。但系总有啲贪婪嘅人咧，可以渴望咧得到呢个阿尔宙斯力量，不惜咧趁呢个阿尔宙斯虚弱嘅时候将其封印。之后人咧仲为咗争夺阿尔宙斯力量互发战争。阿尔宙斯感受到人嘅恶意，喺恢复力量嘅瞬间打破咗封印，然后制裁咗呢班人类，毁灭咗城市，杀死咗好多人类，平息咗呢个战争。跟住喺制裁之后咧，就陷入咗呢个沉睡，身上嘅石板咧各散一方。传说喺神殿入面咧，吹向呢个天界之顶，并将石板拼好，就会重新觉醒。咁睇嚟，阿尔宙斯确实拥有呢个世界平息争斗嘅强大力量啦。咁你知唔知石板喺边啊？老夫知道咧，唔系多啊。用传说嚟讲，翠绿石板嘅力量咧，使地域演变成森林。水流石板力量使干枯嘅山洞产生水源，其他就唔清楚啦，即系得两个石板知啦。多谢感谢你，咁我走啦。边个嚟嘅呢个？唔识喎，你系挑战长老训练师话祝你成功，然后请让一让，先告辞。喂，唔知道你系边个嚟？睇嚟获得更多情报要去呢个遗迹啦。我哋要走嘅路仲好长啊，使用穿洞绳。呢个咩嚟噶？你要俾钱我，帮手避寒声，怨恨炒楼，现金不足，好现实呢个世界，要钱先可以学到嘢。好，去咗咧呢个检验精灵同埋人类能否开创光明未来而进行修炼嘅场所。我系呢一个嘅长老啊，系见识下你同你精灵之间嘅基本。吔屎啊！哇，又系呢啲，啊唔系佢毒系嚟喎，哇！又屈我机啦佢，打靶仔，哇！佢会唔会奸得滞啊？黐线佢，你好嘢啊！你好嘢啊！又屈我机，但系都系未有技啊！狗咧都，仲有得啲玩泥、玩水，同埋一招嗰招咩啊？掉泥，好。我做低嘢啊！口外花，吔屎啊！吔屎，诶、欸，好波！猫头野鹰，走，回去先，真空斩，拜！哇，咁都未死，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哇、哎，好好好，漂亮！你对精灵嘅信赖感非常大啊，但需要多加呢个锻炼。即使完全冇阿足水平啊，估计都可以攞到徽章啊！你黐线啊！我打赢十几廿万个联盟，居然话我唔够。作为咩训练师最强大嘅武器，我要死啊！阻我者死，躝翻落去先。嘟嘟嘟嘟嘟，睇嚟嗰啲位系完全执过晒精灵分布嗰啲。因为我好记得呢一度有只有啲鬼尸出嚟，冇留记错啊！跟住要打个阿速啦，我真系想练下呢只。其实两只嗰只海牛咧，再同埋呢只嘅泥鳅咧，嗰只海牛一定系实用过呢只嘢。但我就系想试下佢个特性。哇！你唔系话四呢都打唔赢？真系鄙视你噶，四 D 都打唔赢，唉，打唔赢呢只，
一招咪地面技。喂，掉回来！我黐线，三秒赢到我。好，但应该都几辛苦下啊，升呢都应该要咁样换嚟换去，再换升到十呢，我哋睇下有冇啲咩新技。如果冇嘅就算有佢啦。其实唔系喎，我有學習装置喎，系咯，我啱先升，我有學習装置喎。喂，唔好意思，真系掉咗。我學習装置喎，点解我要咁辛苦呢？系咯，你咪话俾我听。啱啱先，我啱啱先醒起，我有學習装置。好，咁又可以有经分咯。车来捉咗佢先，跟住掉精灵球。哇，超多个！好，搞掂，同上集一样，我都要捉蛇纹熊。哇，中毒，唔紧要，我系蛇纹熊中毒。OK， 好，咁我海牛掉走佢先。好，胆小、黏着、口之荒啊，咁犀利口之荒啊，特性。减密攻加特防，单纯能力变化加倍，加特攻减密防，哇！我废个贪食，我咪要贪食特性喎。我系要嗰招执嘢嗰招喎。哦，揿错掣。啊，系十方啦！加密攻减特防呢啲都仲呢啲仲好得搞掂。喷佢水。好，继续翻剧情先啦，我哋可以。先回个血之后就掉埋嗰只蛇纹熊走先。好 ，OK。之后呢度啊，睇嚟已经通过咗咧精灵学堂测试，同埋得到咧喇叭牙集长到认可。睇嚟咧你可以挑战阿速噶啦。好，应该打唔赢我啦。嚟啊！对呢个高度咧感到好惊讶咧。喷你水，哇！厌烦，哇！十分叻又厌烦，犀利，车佢啦，好，东，如此坚强不屈嘅家伙，真系令人呢个敬佩啊！我哋为咗训练最强鸟精灵啊，一路埋头特训，出招啦，去死啊！终于正正常常咯，睇落而家系有啲馆主系特别犀利嘅，好似头先长老都比较麻烦啊，长老。好，转翻月桂叶喺头啊。好，点啊？我系咧吉紧试下速啊，你新手训练家系嘛，会控制力量噶。取得徽章得到认可的证明，如果想成为世界认可的精训练家咧，咁就获得徽章开始。哇！一嚟已经黑住我喺度。哇！好在啫，哇抵啦，即刻加攻加晒全属性，吔屎啦大比鸟，哇犀利！可以，我认可你啊！对于新手嚟讲，你已经做得好好。作为得到认可嘅证明咧，攞到徽章供应嘅道馆，攞到精灵联盟供应嘅徽章啊！我俾你嘅系飞翼徽章，哈哈哈！好，有呢个徽章咧，从其他人攞到嘅二十级以下精灵都会听你讲噶啦。51号道路，51号招式机，我可以回血喎。去朱元市睇下啦，系一个唔错嘅选择。啊系啊，我啱先醒起咧，话空木博士喎。佢啲情况咧电话讲唔清啊，但系火主兵嘅事咧都系要关注。我助手而家应该系吉紧市嘅商铺啊，佢咪好似要俾精灵蛋我啊？睇睇先。好，呢度呢个唔系啦。尽管作为管主阿速先生咧唔可以用全力接受，但我都系输咗。果然用虫系唔啱。
好明显唔啱啦。好呢、這个啊，好阿妈寄俾我，好伤药，一见到好伤我就谂起嗰个咩呢只。等咗好耐，哎你终于嚟啦！其实咧，恐怖博士应该已经打咗电话俾你噶啦，不过我估计咧佢咧一时半刻都讲唔清楚。件事系咁嘅，我野外考察嘅时候咧，喺训练师度口中打听到，有两个火箭兵团咧急急忙忙由呢个吉野市跑到暗黑洞穴前面啊，然后其他火箭兵团就帮佢掩护，塞住咗洞口，我觉得有啲奇怪。我估佢哋系唔系咧支持喺实验室抢走稀有精灵嗰两条友咧，然后走到暗黑洞穴嗰啲不见人烟嘅地方抢走啲精灵啊？好想去确认一下，据我估计咧，应该有好多火箭兵团成员喺入面。事情就唔系主义精灵咁简单，如果入面有好多人嘅话，恐怕系背后有一个重大嘅阴谋啊！一开始我以为自己咧黐咗线啊，后来发现咧确实有啲唔正常。假如我猜想咧系正确嘅，咁我将要一个人对付，咁啊太辛苦啦，所以我通知咗恐怖博士，然后博士又揾你嚟帮手啦，咁都啱嘅，多一条友都 OK。我要获得真相，好。喂，天王嚟喎呢个好似，哦。呢位训练师气质啊，睇嚟同我认识嘅又有啲相似。哎，唔好意思，一不留神就再下喺一个拍二啊战斗塔塔主啊，我喺度揾嗰啲训练嘅训练师啊，劲嘅训练师，唔好意思，等佢哋咧进入我嘅战斗区域，享受战斗嘅乐趣啊。睇嚟仲有嘢做，咁我唔多讲啦。再见啦，训练师君。哇，边位啊？中路啲陌生人惊咩啊？快啲躝过去啦，再迟到唔等你噶啦。好。OK， 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。下集其实我想翻去之前嗰个城镇啊，因为我睇翻咧之前啲城镇好似有啲嘢我漏咗噶。咁我哋下集就继续剧情，同埋翻去一开始嘅新手镇度啦。系咁先，拜拜。